咦，我有冇眼花啊？点解会嚟咗花店嘅？睇真啲，其实系以花做主题嘅咖啡啊，系爱花之人 Leanne 特登带妈咪嚟 high tea， 顺便就玩埋韩式接花蛋糕，过一个不一样嘅母亲节。先探翻个韩式嘅 high tea， 提供咗多款韩式嘅花点同埋花茶，而当中更加有韩国传统曲奇，口感软淋淋，味道咧就偏甜，加上有女女喂食，睇下 Leanne 妈妈几咁 sweet 啊！食饱饱，系时候请接花啦。材料就有白豆蓉、天然色素，好似系紫薯、红菜头、南瓜、绿茶、栀子花种子、黑芝麻等等，将天然色素加入去白豆蓉度搅拌，而 Genius 仲提醒要快搅添。放入支嘴开始支花啦，将豆蓉垂直支喺小铁钉上面做花心，然后就围住花心以45度斜度支出豆蓉做花瓣。记住一边支豆蓉，一边转动小铁钉支4层花瓣，咁就完成噶啦。之后将花放上蛋糕，咁接埋个叶就大功告成啦。讲就易啦，我哋第一次整噶，靓唔靓啊？呢个先系啊！睇下佢哋咁开心，整咩都冇所谓啦。